每当有家庭主妇在一个舞台上控诉一个男人，老师已经都给你们翻译完了，个人想着个人的努力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就觉得我们从认识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，想当初你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仍然能够选择跟我在一起，而且家里面那么反对，你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，只是我们结婚以后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在我这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好，陪你的时间少了一些，然后有时候说话可能确实让你很伤心嘛，我以后一定会改，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如果你真能改，多给我一点鼓励，少一点批评，我也会努力的做好更好的自己，为了我们的宝宝我再考虑考虑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电视机前的请开门。